神秘的丛林深处总是隐藏着各种意想不到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乱了爸爸和孩子们的晚餐计划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全体人员需要紧急撤离露营地。那饭呢？我们这饭下去做了。这怎么端下去啊？这些我们把绳子端去下去做。现在来出火了，我们迅速把这个食材打包一下，佐料打包一下，篓子放到篓子里面，好吧，交给他们工作人员，然后我们有衣服给孩子休息。对，来，第一，给我一件，这边这边这边，我走开，我先走开。到那边，到楼下就好洗了。杨威，要不要洗？拿过来啊！好，那我们也撤了。把饭们放下来，鲁哥，鲁哥，对，把饭们放下来，拿着拐杖，牵着饭们，我来，我来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快！这个船呀，好厉害！爸爸背我下山。背不了你了，安全了，走。小石，抬起来。没有，等他下山再说。走，下山。抓住了啊，杨 洋，这个袋子一定要抓住了，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好，慢点，饭们。哎，没事，可以可以，没事。来，爸爸，还有野人吗？没有野人呢。那万一还有呢？不会有了。好了，不远了，还有三分之二。我们慢慢的往前走。我踩到真正的泥巴了。啊！我的鞋子进去了。叔叔抱紧，不会走这个路哈。我来抱，叔叔抱。可以吗？我走，爸爸。爸爸在后面上呀。爸爸。爸爸在后面，不要叫。爸爸下来。没有，没有关系，没有，他不敢，他不敢。这个不太好，这条路有点难走了。小心点。大家慢慢的。一步一个脚印。你要走一步，慢慢慢慢。是了，哇，见到天了。好了，不远了。